晚上好，应该这个时间全部人都在睡觉了吧？还有没有一些夜猫子呢？啊，姜老师呢，真的是睡不着，今天一整天都给我的朋友们呢、伙伴们呢在轰炸，轰炸些什么呢？就是轰炸这些护理，我们的脸部护理、脸部的美容，在 MOC 的时候，我们在家会做些什么东西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兴奋的东西，就是周末我会立刻，本来我还想讲，明天才做这个 live 啦，就是居家护理呀、因为我看到每一个人呢，都是老公帮老婆洗呀、或者是老婆帮老公洗呀，就是可不可以我自己？帮自己洗呢，因为我老公没在。OK， 所以嗨，我看开始有人进来，哇，还没有睡觉。我其中一个很兴奋、很兴奋的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刚才我就是我有一个组员，他就问我要怎样 edit 那个 video， 就是他已经是拍了的那个脸部护理的，然后我就讲 OK， 我给你一个 sample， 我就找回我之前我有拍过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脸部护理。那知道我send给他的时候 ，Oh my god！ 我看到我的照片，是不是原来我2017年的皮肤真的是很差哎？那时候我是怀着我第二宝，然后皮肤啊、素质啊很干啊，一直飙油啊那些，我还其实我当时我觉得我自己还很美啊。不过比起现在，我用了这个产品两年了。整整两年，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用的是什么产品。哒哒哒哒，就是这一个系列 ，Bio。我就是用了这一个系列的产品，我用了两年，想不到它的效果这样棒，真的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呀、哇，我真的是觉得真的太好了，人真的是要群力，居家护理真的是我们选对一个产品很重要，因为我们是每天在用的嘛，我们也不可能每一次我们要去找那些美容师啊那些。其实我已经是洗了脸了，我是擦一些 toner， 然后我给大家知道一些 MPO。嗨 ，Nikki， 哇，美女 Nikki， 好吗？还没睡哦。她今天也是做了脸部护理，你看她的皮肤，哎呦，我看到她的皮肤也是很好，这样子的咯。我刚才洗了脸，然后就擦那个 lotion， 我们的 lotion 就好像外面的那个 toner 这样子，不过外面的 toner 我们是它有用那一个什么啊，cotton 啊，我这个是不需要的，然后你就拍拍它，它就吸收了的，它是很容易吸收的，它不会感觉到黏黏的，它是亮的，提亮，你看提亮哦。哇，真的是太兴奋了。OK， 现在我就帮这个，就是我们的 MPOs。其实我们的 MPOs 很好携带的，它是精华素、精华液，然后它就在那个罐子里面，你要开那个罐啊，这样子咯，那你就滴下来咯。然后这一个是不是容易携带？你不需要放冰橱。然后我的朋友也是因为出国的时候特地买一罐。然后我喷一喷嘛，然后我就做我这边的脸，让大家看一下哈。其实你看，有一些打不起呢，所以我就是喷这样子一滴一滴。OK， 我喷大概一喷这样子啊，然后你就这样涂。啊，真的是。如果是我们的皮肤很干的人、我做半边脸、皮肤很干的人呢，它其实是很快它就吸收了，你不用讲去，如果你皮肤没有很干的话呢、这样子很好哦，这样证明是我们的皮肤有水分，如果我们的皮肤很 dry 的话，不够水分的话，其实我们就很快就会长皱纹啊、细纹啊，这样子咯。然后它这个又也可以抗炎，然后它就可以修复我们的皮肤，因为它里面有 gamma PGA 啊，然后有 ceramide 啊，有 EGF 啊， EGF 是修复我们的皮肤的。 OK， 然后在家的话啦，就如果我自己洗脸的话呢，我就自己这样子推哦，
自己推。如果别人帮你洗的话，别人就可以帮你推啦。我的话，我就自己推哦。嗯，你这样子自己推就可以了，很简单。然后它很快修复啊，记得要上上拉提哦，一定要上上拉提哦，不然的话我们的脸就下垂了。上下拉的话就下垂了，就是这样哦。如果不够的话，你要再深的话，那你可以再放多一个泡也是可以的，还是几滴啊？这样子喽。哇，涂下去惨了，我的一个脸歪掉了，怎么办？别紧，我等一下我再做我另外一边脸，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功效。我们的 MPS 其实是真的很好用，我朋友啊出国都带着它，一回国的时候直接讲下直接下两套的单，因为他觉得哇太好用了。因为他讲他用的那个 MPOC 和需要放冰厨，然后他出国的话那也可能可以一直要放冰厨，然后这个是又小罐又方便携带，然后他去冷的国家是不是真的是很舒服，很保水，不会 dry， 不然你去到冰冷的国家的时候他很 dry 啊，他锁水功能很好，然后补水也很好，你就是这样子推吧咯，每天这样子推，勤力的推，你 MPOC 一天一次就可以了的。如果你有做我们的 mask 的话，你就做完 mask 过后你再推 MPOC 哦。嗯，哦，等一下我脸歪掉了。等一下你就会看到我的下纹表提高很多，而且我的这一个赘肉是不是我打不起的纹啊，就没有掉啊，哇 ！OK， 就是这样子。你看，少了很多，是不是？你看我笑起来的时候，你看这个几声，这个提起来呀，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提起来呀？你就是这样子啦，好不好？这样子拿吧，哇，看到那个效果吗？这件还很深，是这里已经提起来了。哦，我们的真的是很棒，它是瞬间，它有 NMF 啦，瞬间它可以滋润我们的皮肤的记忆，然后它的那个 gamma BGS 也好，它是可以增进我们的皮肤天然保湿因子，所以这么它会将锁水功能降好，它的保湿功能降好就是这样子，然后它可以减少皮肤表层啊表层缺水，所以它有带有活性的成分，所以不要的东西那些垃圾它就会排出来，然后好的东西它就会吸收，所以我的脸跟之前的脸跟现在的脸是不是我的脸比较少油了，我之前我的脸是油到可以煎蛋，然后吼、哦、现在的脸呢吼、哦、是你看到吼、哦、你看到是亮的，看到整个是亮的，而且是滑的，哇、哦、真的是太兴奋了，我要真的是我做了这个 live 过后我已经在我 Facebook 里面吼、哦、我已经 share 出来了，2017年那时候我的皮肤我 first time一接触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就有做了一个 demo， 我都不知道原来我的皮肤这样功力的哦，我看了我的皮肤过后真的是别打喊了，一定要跟大家做一个这个 live， 就是这样子吧，简单，每天在家就是跟着这样子做吧，洗脸过后就用lotion过后就用我们的 mask， 如果你有用我们的 mask 的话，就是你做 IBO 的话你就用这一个，他就有送你这个三片的 mask， 这个是大盒的啦，你可以买大盒的，然后公司有送三片的 mask， 你就可以用这个 mask， 然后它是保湿，然后你可以用这个 mask 过后就配合我们的 MPOC OK， 然后另外一个呢、哦、这一个是 special edition，
然后这个是 charcoal 的，然后这一个是那一个 hydrated radiant lipoma mask， 这一个是有听上去里呢、哦、它的保湿因子很强，所以基本上你用了这一个两个这两种 special edition 的呢，你可以不需要用 ampules 都 OK 的，它已经是很足够那种保水的功能了的。然后过后就ampules 小过后我们有这个 Repair Spot Cream，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的，因为我之前呢我每次有那个 pimples 过后啊，它就会留疤留印啊，然后我晒太阳啊，然后这个印有比较重的，那我就涂上去哦，这样子涂上去吧。然后如果你有看到你的有那个黑头啊粉刺啊哦、不是黑头，是那个雀斑啊，那些啊，你其实是可以涂上去的，这样子吧、哦。涂完了过后，你就用我们的 night cream。night cream 我大概是喷一个喷吧。我们 night cream， 然后你就点来，这样子点，这样子抹上去吧，就可以了啊。那就美美睡觉了咯。哇，摸到我的皮肤真的是很滑，哇，真的是越来越欣赏我的皮肤啊！没有比较，真是没有伤害啊！两年用的这个护肤品，两年，竟然我的皮肤改善到这么过力。女人啊，真的是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呢、啊。就懒惰的女人真的是全力的是去用那些美容产品啊，保健自己啊，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啊、丑小鸭都可以变天鹅，你看到我的那个照片，我的那个 video 你就知道啊，什么是丑小鸭，什么是天鹅。噔噔，就是这样子吧，很简单。 Hello HelloOlivia， 就这样子吧。所以晚上的时候你不需要擦啦，因为我差不多要睡觉嘛，所以如果出去外面的话呢，我们都还是要擦我们的 sunblock 的。它是透明的颜色的白色，所以大家要知道更多的话就可以联络我啊。它里面有这一个我觉得我很喜欢的，它里面它有缩小毛孔，所以用了后你看它的毛孔，我以前的毛孔很大，现在小了很多，然后它可以缩小毛孔啊，恢复我们的皮肤的光泽。我现在我的皮肤是它不是油的嘛，你摸上去其实它是亮啊，你用了你整个皮肤你是发亮的，你是会爱上自己 OK。 然后它抗菌啊抗炎啊保护敏感，所以对我的它因为里面还有那个积雪草的萃取物，所以里面呢它有这个韩国它是称为老虎草，所以它就可以帮助增强那些如果我们的皮肤啊有受伤啊那些，它就可以帮我们痊愈哦，增加痊愈功能啊，它的速度啊，然后舒定，帮我们的皮肤舒定，所以我们的皮肤就看起来没有降伤啊，真的是美，然后美白还有改善暗淡的皮肤。看我之前的皮肤，跟现在的皮肤真的是差很远很远。然后它有效的改善皮肤的水分高达78.9%，然后有红肿的话，它改善63%，然后减少我们的皮肤角质化。还有就是如果我们的皮肤痒啊那些，这个是缺乏水分的一种，所以它可以改善61%。 OK， 然后我们的这一个皮肤这一 set Bio set， 这一个 Bio set 是不是它其实它是不含人造香精，不含色素，然后毛籽油啊矿物质啊 mineral oil SD 酒精啊，然后还有 paraben 啊，还有造成粉刺的成分，所以还有动物的 ingredient 里面全部都没有的这一套，所以真的是很值得。然后我们的公司是不是真的是很好，我们的公司在这一个月四月份是不是到15号中午的12点
中午的12点我们有 special 的那一个 promotion， 所以要知道那个 promotion 是什么东西呢，你就给我知道，然后我给你知道那个 promotion， 真的是很值得，公司还 extra 送我们东西耶。然后新的 IBO 是不是你在购买的任何产品只要你有200分 for 新的会员 IBO， 你们就可以参加什么哈？April Monanza， 就是你可以就是有那一个 lucky draw 哎，每一个新的会员是不是你有机会可以赢得100份的奖品啊？那个奖品里面有 Aura socks 啊、Aura pants 啊等等的一些产品，所以要知道更多的话 ，text 我 ，OK， 我给大家知道。所以我的 life 就到这边，我要去睡觉喽。拜拜。等一下哈。